生容易，活容易，生活真的不容易。不容易也得努力的去活，用力的去过。小草19岁那年，一场意外，高空坠落，导致脖子神经扭转，全身僵硬，没有知觉，有腿有脚不能行走，有手不能抓握，卧床31年，70多岁的爸爸妈妈没日没夜的照顾我，还要帮我做着康复锻炼。走过的家人，路过的朋友们，为心怀有伟大的爸爸妈妈点上一颗免费的小爱心，为不能自理的小草加个关注。不纠结，不抱怨，阳光微笑的去面对每天。加油！